你敢爬吗？这三层的硬架，我们要把它拆掉了。我要把这个硬架拆掉了。今天礼拜天，我原本这边要，那个空地这边，原本我在空地这边我要搭一个工厂啊。然后我觉得工地六的比较好了，因为要做事比较方便。因为要搭六米高的，所以搭了三层这个硬架。然后我现在把它拆掉了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昨天有下雨。把它拆掉。前面那个铁皮也是我搭的，我弟的。那时候夏天晚上搭的，六米深，有没有漂亮？哦，接下来慢慢拆啦，慢慢把它拆下去，用这样吊下去的。好，今天的生活记录就拍到这边了 ，OK？ 哎、欸，这个独立的这也是很高了，这我今天站高度差不多有4.5米高了。4.5米高，我叫儿子来帮忙。对，要把它拆掉了。你看这个点是这个位置蛮高的，拍下这四周风景。那我叫地，要空地。家只有一楼而已啊，后面的房子，这些都我做的，不好意思，要手折到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礼拜天下午就是这样子了，通常礼拜天都在做事比较多了，对啊，空地弄好，我下一场要进去，刚才才有地方放，我把它搭起来，我就没有地方放，对啊，好了。那喜欢我们影片哥，欢迎订阅哦。好，拜拜。